去超市看一下有什么买的。我要买洋葱，大洋葱，收拾，就今天就结束了。那等一下见。
strong phenomenon to break free from their restraints with Elaine's Charizard team. Pikachu, along with his friends and teammates. Hello， 大家，我把买回来的材料今天晚上做烤肉啊，我把那个羊肉啊就切成这么细的，放那个不锈钢签子把它穿起来一个一个，所以我切的比较，我喜欢口感比较一点的小块一点的，这样不会那么腻感觉。然后里面就加了一点姜末跟洋葱。接下来我要放的调料是十三香，我放一点进去，加一点白胡椒粉，这样可以去掉一些膻味，还有这一个烧烤调味料王守义的，十三香也是王守义的，然后口味放多少其实是根据你自己个人的量，还有你个人喜欢味道重一点还是淡一点，我就随意放。重点来了，一个鸡蛋打进去，接下来我还会放一点蚝油、生抽、鸡粉，还有香麻油，就稍微一点点就好了，我就一会搅拌。烤鸡翅膀呢，我是用了这一个新奥良的这一个牌子，然后把它给腌制，就稍微多倒一点，因为这个鸡是大概一公斤，我买了。一样白胡椒粉、十三香，先倒一点点十三香在里面，还有这个鸡粉，鸡翅膀呢一定要放这一个料酒，我这个没了，把它全倒吧。生抽、蚝油，我觉得烤鸡翅膀重点是这个香麻油，把它倒下来，鸡烤出来就很香。烤鸡翅膀呢，我会再加一点糖。所有的那种腌制的材料我都会打到屏幕上，所以大家放心。然后把它腌制，腌制了之后呢就把它放到冰箱。其实腌制的时间没有说实际上面要规定多少，反正你想入味一点你就早点腌，或者是你想的很入味啊，你可以就是前一天晚上把它腌好放到冰箱，就第二天拿来烤烧烤这样子。这一个鸡翅膀的这种腌制方法其实可以放到烤箱，也是很好吃。我把这个鸡翅膀腌完了之后，我就继续来腌这个羊肉，因为羊肉有膻味，所以我是先腌完鸡翅膀我再腌它，然后就把它全部材料抹均匀。我很多朋友都说我们家的烤串很好吃，
我今天就把我腌制的方法公开给你们，你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材料买回家，然后请朋友啊到家里面烤串，也挺好的，或者是自己在家烤串也是挺好的。好啦 3 hours later。味道如何？挺好的，腌的不错。然后还有就是，你烤的以后那个外焦里嫩的，嗯，非常棒的。外焦里嫩。我觉得味道也刚好哦。味道也刚好。不用放盐了，那是。辣度也不错。中间是豆腐，我来坐下。哇，好烫！豆腐粉丝太好吃了。